华准离开赫尔辛基了，现在的时间是4:05。芬兰跟台湾时差5小时，但是明天到瑞典时差要变成6小时。这个好小哦，这个。就在船上啊，你自己房间里面啊。你说这里啊、喔？不是啊，哦、喔，你说之前对，就拉一次了嘛，对，就放在房间床底下。对。哎、啊，你就是早上起床，然后就会有。啊，赫尔辛基，拜拜，我们糟糕被等回赫尔辛基。然后等到白天，我们就男生就是可以打高尔夫，然后可以健步，然后我是有氧，不用，全部都免费。对，他在那里全部都很会带活动哦，很好玩。饮料可能因为在船的话，急需的就是要，人家想要喝果汁的话，你要 extra， 比如说你要来看风景，要点饮料，然后其实，你平常那个咖啡是果汁那个咖啡，你也可以装到这边，这边是有问题，放到地板上不用钱。不用带自己的杯子，他餐厅就很多杯子可以用。对啊，他那个服务生就会帮你收走。我们都吃完都是房间。但是你不想要，你再上不想跟人家去，有就想再上就可以了。前一天晚上就选你要挂件，然后就挂在你的那个门把上，对。那你就可以跟别人这样看。没有，对，不错，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。不会，不会啊，要我们都讲，哦，会有中文的服务生，可是他一个人可能要服务很多，可能还是要靠自己。可是也还好。可是我是都讲英文，我是觉得还好了。